怎么不跑船？就是想要定下来，有个家。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，他们都说爱我，但最后都会丢下我。你要赚钱，才能缴房租，才能还我钱。我是不是很糟糕？这种感觉我懂。会因为一个人的过去就否定他吗？哎，打电话给我，说你旷课旷太多，这个事情我跟你妈不答应。那你知道他为什么每天都喝成这样吗？别去你妈，明亮，当我男朋友。你一定认识那个神经病，你一定认识那个拍 A 片的，你一定知道时候发生什么事。对，为什么没有人要跟我讲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